大家好，我是 Jerry， 风清公主。我们今天呢来到大顿卷，我们吃什么呢？吃一兰拉面，而且是没有猪肉的特别版。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，就是吃素的人也可以吃。吃素的吗？还是？对，吃素的也可以吃。对，因为它没有加任何的，就是肉。OK， Go Go， 跟肉汁的那种。Go。这间特别的是呢，它的一兰拉面是用方形的，有肉哎、欸，把那个吃素的不能吃剪掉，整错了，再要重讲。それでは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。所以并不是每一家一兰拉面都可以开的哦。对，真的。喂。哇，这个不能开，你看这里就是没有那个包了。哦，它就是没有用那个通骨子，不用豚骨了，变成鸡汤底的那种。拉面这样。是什么？如果不能吃不吃猪肉的人，可以吃，可以来吃这个绿色的一兰拉面。所以他是打算就是打入那种清真寺或是回教徒的国家，像什么回教，像什么印尼啊，他不吃猪肉就可以吃拉面。接下来试试看吧，第一次吃。谢东京公主的资讯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有这种绿色 no pork 的一兰拉面。我知道它很久了，但是我都没有去吃，因为它也不多见，很少见，不是像红色的一样到处都看得到。但我想要知道东京的绿色一兰拉面是不是长方形的碗？打开，慢点。Washing my hands. Because I am important. Did they? Did you guys get it, give them your paper already? Yeah.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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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はい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それ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来，开箱，开箱。哦，它连这盖子也都是陶瓷的耶。陶瓷吗？对啊。开一下。它整个碗还有盖子都是陶瓷的。哇，香吗？香。我这个汤头呢是，我是选就是比较浓、最浓郁的。那 Jerry 的这个。我们来喝一下它的汤头到底如何。哇，这很浅，它的汤底是什么？日本人最喜欢用这种很浅这样。像牛洞上面的肉一样，这是牛肉，很像牛洞上面的肉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哦，它这个碗会烫哎，陶瓷的这样子嘛，很会烫，很烫哦，小心一点。那种习惯吃完叉烧呢，突然吃那种牛肉的，就觉得感觉不太习惯。是拉面，我还是喜欢吃叉烧的。对啊，就是叉烧比较觉得是在吃拉面。你就不一样。它这个是龙鱼的，加龙，卡龙的加龙。哦，你那个靠五 B 啊，不是一般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会建议就是点加龙。好了，我把汤喝完。有一点好吃，是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有真的，要加饭。对，我刚吃完了这个鸡肉汤里的一兰拉面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有什么特别的？味道比较清淡一点。清淡一点，对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喝浓郁的，就是。你要那个味道要选最浓这样，对。然后它变成是牛肉，但是我喜欢吃叉烧肉。对，就是如果你习惯吃拉面的话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吃个几口拉面之后就要配一口油嫩嫩的这种叉烧。因为它是像那种牛冻的那种牛肉，那味道也比较像牛冻，所以会觉得还是放在牛冻上比较好。对啊，就是你配下去的时候，你觉得。你会觉得那个不太 match， 对，应该是配饭。对，然后那个东京公主把那个最后把那个饭加到那个汤里面去，超好吃的。所以呢，以上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道顿崛呢吃的这个没有猪肉的一兰拉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可以试试看哦。可以，一样呢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拜拜。我上次没有吃到，这次吃到了，耶！你那个 pork or chicken 一兰 pork 就跟我一样。那个 broccoli 的，啊 broccoli 牛肉，哦不，走。